天机票特别紧张啊，就剩一张经济舱了，你先别去了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哟，爸妈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哎，依依不是要回来了吗？嗯，我们给她买了好多她爱吃的。谁跟你们说依依要回来呀？依依打的电话呀。我问你呀，依依订的什么时候机票回来啊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是打断我的话。依依在温哥华上学上的好好的，干嘛要回来呀？啊？依依不会出什么事吧？看您说的吧，依依是不是给您打电话来着？啊？那她给您打电话好好的，她能出什么事啊？飞那么长时间，休息一会啊。Is it him? Is it Evan? Was it from class one grade ten? Oh, I can't believe he's such a pervert. Hey guys! Hey!Go home! Go find your mom! 依依妈啊！哎呦，想我没？有点想。长个了。让我看看受伤没有。哎呀妈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都跟监视器说了我没事。咱们什么时候回上海？是不是今天晚上机票？你在国内看到那视频了？我要火呀！我就一电影咖，我跟你讲。我来这之前八块腹肌，现在哪去了？一块都没了，消化掉了。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祖国的彼岸也水深火热。凭什么你们在上海好吃好喝好待遇，把我扔到温哥华，那算什么呀？妈，你赶紧给我买机票送我回去，明天我们父子俩就团圆了，想不想我？想你，我想收拾你，我想你。我怀疑他打人就是为了要回国。行，明天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好嘞。依依，妈妈都是为你好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